我这粮食空空的，怎么吃鸡啊？这是什么呀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车见车爆胎的万人迷红尘。今天我们就来挑战只用人机的物资吃鸡。哪里？老弟，你可别小瞧了人机。听说光子大大可在他们身上放了高级物资的。我信你个鬼！哎，那个是不是人机啊 ？Really？ 让我们去调戏一下。嘿嘿，来了来了，他来了。不过他怎么不打我呀？慢着，三级头九八 K， 这貌似不是人机啊！小叶，快跑！大哥息怒哈，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这辆特斯拉你拿去随便玩随便耍，只求饶红尘一命。哎，出师不利呀、啊！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辨别人机的呀？我可不想再撞枪口上啦！这个呆瓜应该是人机，不知道我的第一桶金富不富有呢？ 3, 2, 1，哇塞，还不错哎！ Sky 加 AK 完美。话说宝宝们都在人机盒里填过什么好物资呢？说出来让红尘羡慕羡慕呗。单发枪声，十有八九是人机啦。走你，怎么样？我厉害吧？场上的小人机可不要出声哦，被红尘发现就小命不保了。还真是一个接一个的来送死呢。只是人机盒里除了一堆破铜烂铁，啥也没得。哎，挑战人机盒里的物资吃鸡，我怕是要喝西北风了。宝宝们，就我这130发子弹，还能撑到决赛圈吗？我太难了。哎，这不是刚刚饶我一命的那位大哥吗？哦吼！网络一线牵，相逢就是缘。为了报答刚刚的不杀之恩，就让红尘来带你吃鸡。我信你个鬼！来，杀俩伏地魔给大哥助助兴。别急哈，还有一个，好事成双嘛。棒 ，nice。这两个盒子聊表心意，大哥慢慢享受哈。红尘就先走一步啦，886。我去，吓我一跳！哪里来的小子这么嚣张？没看见你红尘姐姐在这呢吗？你有什么可豪横？哼，别以为红尘穷大大的就不敢碰你们哦。那我狠起来，头也是很铁的嘛。恶龙咆哮，啊呜！只可惜你们的盒子我都不能捡，还是去找两个小人机玩玩吧。宝宝们，你们知道人机最常出没在什么地方吗？给红尘支支招呗。哎，枪声，完了，人机没找到，倒是来了两个真人。哎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暂且和你们搏一搏吧。妈呀，差点一命呜呼啊！全身上下连个急救包都没有，溜了溜了。哎，这不是那位好大哥吗？看来今天我俩是难舍难分了。这是你的队友吗？看不出来，队伍还挺庞大的。哎，别打别打，不要 family， 上车上车，今天红尘就是你们的专职司机，载你们去捡空投怎么样？哎，真幸福啊，红尘也只有眼馋的份了。红尘。他居然认识我，我的天哪，原来我碰到了一群小粉丝啊。你好呀，认识你们真高兴，给你们跳点舞庆祝一下吧。红尘，可以加我好友吗？可以可以，我的小老爷。红尘，我队友被打倒了，我先去帮他。哦，那我也来帮忙吧。帮粉丝报仇这种事，红尘最擅长啦。一点小意外，不打紧不打紧。如何？怎么样？莫要给小老爷们丢脸吧。只是
场上就剩我们五人了，这可怎么办？红尘实在下不去手啊。把装备都扔了，和我的小老爷们共同进退。哎，使不得使不得，太感人了吧。红尘，我何德何能啊，我有一群这么爱我的小可爱们。不行，明天我得玩把大的，不能让我的小老爷们失望。